这个一线天就是通往剑门的栈道了。吴剑，你垫后。好嘞，我们出发。 甩开臭老道，一身轻松。哎呀，之后就我们三个人一起走了，我们要互相帮助。对了，白一木，你怎么会一个人在外面闯荡江湖呢？哎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问了不该问的？ 告诉你也无妨。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有天，一群突厥人突然闯进了我家，他们烧杀抢掠，还杀了我的父母。啊，是这样。 我命大躲过一劫，后来幸好遇到了养父，是他将我收养长大。现在他病重，我就出来帮他找治病的东西了。啊，突厥人，不就是现在那些反贼的部族？突厥人不仅袭击盛唐边关，也在草原上杀人抢劫。阿依墨，等我到了函谷关，一定要多杀几个突厥兵替你报仇。 浩白啊，
到了函谷关，见到你爹，还不知道他答不答应我们上前线呢。我用得着他答应吗？到了函谷关，我们就自己去前线，杀的那些反贼片甲不留。嘿嘿。这是。掌门，是三具尸体。小小的御尸术罢了，看着邪术，应该是不死术一脉的。嗯，师姐，世上真的有不死术吗？为什么问这个？如果世上有不死术，那还要修仙干嘛？不死术是邪术，会把人变得人不人，鬼不鬼。哦，很久以前，一个拱门派在追求长生不老的修炼中误入邪道，创造了不死术。由于太邪门，这个门派自己都将这种秘术封存了，千百年来少有现身。掌门，您说的那个拱门派是？我们现在要追的逍遥子就是那个拱门派的传人。这个和乞丐一样的臭老道竟然还是个拱门派的传人。嗯，他们的门派叫做真大派。真大派不是简单的巫师或者修仙者，他们一直秘密镇守着龙脉。镇守龙脉，难怪要抢我们的黎珠。管他什么真大派，只要和我们掌门抢黎珠，杀无赦。嗯，小心！这个不死术还真邪门。不死术神秘莫测，大家小心为上。他们应该没走多远，抓紧追。是。哪里去了？逍遥子，啊，逍遥子，黎珠在哪儿？是你。现在有急事，没时间和你纠缠。想走？问过我的剑没？贺掌门，黎珠出世不是福而是祸。别说废话，黎珠到底在哪儿？贺掌门，关于黎珠你知道的太少了。正所谓天地混沌，龙脉分久，现在黎珠出世，这天地乾坤怕是要崩坏啊。关我什么事？我只知道阴阳生丹，炼之成仙。你这是死道友不死贫道啊。
你既然知道阴阳生丹，要一颗离珠又有什么用？逍遥子，你已经骗我一次，还想骗我第二次？天下大祸，难道不比你成仙重要？啰嗦！红鹤龙鸣。掌门，他在那儿。